这个声音呢，本来应该是不会录的，但是兄弟们说好听。好了好了，听一下。大家睡觉看着眼睛有点花，如果觉得太花的话，就不要看这块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先友情提示，今天的这个出发音它是主要有麦克风故障组成，就是脑子不坏的应该不会去做这个声音的。哦，不是，就设备没点问题应该是做不出这个声音的。好，我们开始吧，你们听了就知道了。先把音量调轻一点，对，往下拉，不要弹，待会儿你就知道错了。真觉得有可能。
被这帮逼可能。
常见，我是小黄狗，随便这么说。接下来声音到你们中间了。
现实，拜拜。